你知道意大利面吗? 我们煮什么? 面吗? 没有芝麻酱。芝麻酱? 老爸没有买啊? 我以为还有呢。 要不要放萝卜? 有人拿回去了。他每次买东西都忘记了。忘记了。他就是做他们的意大利面。毛豆，盖了。我等一下。 你很聪明耶，你一样耶，我们很聪明，跟我一样，我很笨，没，<笑>我很笨，<笑>我很笨，<笑>好的，笨蛋，<笑>可以了。 很著名笨蛋，大笨蛋，然后呢？都该切小一点一点点点，好，啊对，多干，嗯，切成丁，这个，跟这边，哎对对对对，OK，很著名耶，<笑>我很笨，大笨蛋。 我弄了，很烫，烫烫烫！来，好，我等你把豆干切好。还有呢。 哦，要炖这个。我是个大笨牛。豆干，大笨蛋。 要不要放红萝卜？红萝卜，<笑>要不要？要不要放红萝卜？我跟你讲，我的老公才是个大笨蛋。<笑>为什么？这碗都不会洗。哦。现在都是我每天我弄了，他不做，他不会。哎，我说这个掉掉的，你去给我滴一滴。哦。好一滴，手。 不会弄哦，他不做的。哦，那小朋友回来也不说抱一抱。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不要抱一抱哦。大男人主义。哦。不做事。干的了。他说我在部队里很累。对呀。 每天你叫我上去，<笑>在金门，不打仗啊。哦。我在台湾，他在金门。嗯。就炒那个，他们家喝汤，喝汤。来了。好了，不要太多。对，不要太多。好了。嗯。 拿冷水冲。
没有，我走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